Excel 来到台湾开唱，特地来探班老公的志玲姐姐，也到嘉宾席跟大家打招呼。除了好友兼舞蹈老师曾心莹带着女儿一起前来，康永哥、小燕姐也都来捧场。拍个合照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拍个合照，赶紧。微信大家拍一个大合照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哥，我们最后一张了哈，我们要开秀了，谢谢。小姐，全球来看中间一下，回来这里，瞬间回来我们这里，等一下。这里，这里。小宝贝有给爸爸一些鼓励之类的吗？加油，就一起练习，在家一起跳舞，知道吗？所以他会跳吗？他会跳的吗？会，而且他在唱，对。